小玉，到了秋天真的会食欲大增的。我昨天一顿竟然吃了三碗饭呢。哎，三碗饭，而且配菜只吃海味鸡肉，光蘸着酱油就觉得很好吃。只要有那个菜，我就不想吃其他菜了，别的菜都剩下了。吃了三碗饭后肚子真的很撑啊。吃那么多当然会撑啦。一到秋天，我的食欲就变得很惊人了。我觉得秋天应该是读书之秋，每天睡觉前看一会儿书。我现在正在看《若草物语》呢。你真了不起啊，你的秋天过得很有知识含量啊，这一点和我就不一样了。小丸子，你也是的，过得有点知识含量吧。就是啊，英同学认真的画一些画怎么样啊，这也算是艺术之秋了。真好啊，长山同学也在做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吧。前几天有一位叔叔送了我一套他用过的油画套装，我正在用它画油画呢。油画？用油画画吗？是用芝麻油还是香蒲油啊？小丸子，不是啦，那可是有油成分的颜料，相比一般的颜料更加浓黏哦。小丸子，就像花轮同学家墙上挂的那些画一样啊。他家是挂了很多画呢，那些画几乎都是油画。他们家挂的那些画中有一幅画我是非常喜欢的，是什么人画的来着？是什么画？风景画。这个嘛，记得画里有个绿面孔的人在飞，还有一些颠倒的动物。那个真的是一幅好画吗？画里有个绿面孔的人在飞，还有一些颠倒的动物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个叫夏盖尔的人画的。哎，夏盖尔。嗨，宝贝儿，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夏加尔的画呀？夏加尔？对，就是他，不愧是有钱人，记得这么清楚。没想到英同学竟然欣赏夏加尔的作品，真是意外。看来你真是一个有艺术细胞的人呐。真的，像我这样平时一无是处、冒冒失失的人，也有很多艺术细胞嘛。艺术细胞跟一无是处、冒冒失失是没关系的，最重要的是那种被磨练出来的感性。走了。那种被磨练出来的感性，为了拥有被磨练出来的感性，你要多看一些画作才行哦。远处传来的建议呀，不过怎么样才能看到很多优秀的画作，磨练出感性呢？美术馆离我家又那么远。那就到图书室里借一些关于美术的书看看吧。图书室嘛，这主意不错。这里有好多书啊。先看这本有关夏加尔的书吧。你看，有个绿面孔的人在画里飞呢。哎，真的呀，还有一些颠倒的动物呢。好美的颜色啊。也许夏加尔心中不论人或是动物或是城市看上去都跟这个一样呢。小玉，你不觉得这很厉害吗？小丸子，刚才在教室里我听你描述这幅画的时候，记得画里有个绿面孔的人在飞，还有一些颠倒的动物啊，作者好像是叫夏盖尔。那时候我完全误会了，还以为是小丸子搞错了画的内容呢。有个绿面孔的人在飞，还有一些颠倒的动物啊，看起来也很美呀。我也理解了他喜欢夏加尔的心情了。接下来看看毕加索的吧。嗯，好好看一看。觉得他很厉害呀。嗯，这幅画是他认真画的吧？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画这幅画的呢？我想这个只有毕加索他自己才知道吧。说的没错，虽然这么说对他很没礼貌，不过我怎么觉得我爷爷的画画得比他要好呢？嗯，也许是呢。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呢？我们去问问老师吧。嗯，好。老师。英同学，穗波同学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老师，为什么毕加索这么有名呢？刚才我在图书室看了有关他的书，感觉他的画好奇怪啊，所以在想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虽然老师了解的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毕加索有个出色的地方，那就是他善于利用创新的构想来进行绘画创作，而且呢，他所能发现的东西都是别人想象不到的。
我想这就是毕加索出名的原因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能创新的构想还真是了不起呀、啊！看来很多人都有意想不到的才能啊。哦，他们两个回来了，看来他们已经解开了毕加索之谜。这么看来，毕加索还真是了不起呀、啊！他竟然能用创新的构想把人脸画成这个样子，一般人是肯定想不出来的。哦，创新的构想啊！与其把看到的事物原样画出来，不如发现那些与众不同的一面。嗯，原来如此，就是这样。小玉呀、啊，我们走吧。嗯，谢谢你们，两个不认识的低年级同学，我学到了很多。咦，天空，你在看书呢？啊，黑木，你知不知道毕加索的画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吗？这件事我怎么可能知道嘛？爷爷的画虽然也很好，但是一点新意都没有。我画得很差吗？没有说你画得很差，只是没有创新的构想，很无聊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丸子说我画得很无聊，我这把老骨头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爷爷，你听说过毕加索吗？毕加索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然后画出来。他好厉害，而我上了年纪又没有才华。千万不要放弃呀、啊！我们一起画画吧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家里最有绘画天赋的就是爷爷了。妈妈，你能不能当我们的模特？嗯，不错不错，你保持这个姿势做家务就行了。那我们快点画吧。好的，开始画了。我们用创新的构想来画做家务的妈妈。画画画画，画好了。我也画好了。你平时画的那些画一样啊，完全没有新意。嗯，好像是啊。这么说来，丸子的画好像非常有创意啊。那当然啦，我是用创新的构想画的。我刚才把妈妈想象成馒头来画的。啊，馒头啊，那还真是个创新的构想。爷爷，你仔细看好，那个在做饭的人不是妈妈，而是一个在工作的馒头啊。啊！我也要画，要用创新的构想来画。啊！爷爷，我觉得你这幅画也很有创意呀、啊。太好了，我是用栗子馒头的构想来画的。这个头部就是栗子馒头茶褐色的皮儿，眼睛和鼻子是芝麻。好厉害，好优秀！那我们接下来要画什么呢？接下来画装饰品怎么样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是五年前去热海玩的时候朋友送给我的。原来是热海的特产呢，我们就用对热海的印象来画。丸子，你看这后面还写着友情两个字呢，我们把友情的形象也画进去吧。那我们就以热海的友情为标题吧。哇，这个名字和装饰品很相配。我也是。爷爷，你连旅馆也画进去了，不错呀。丸子竟然让他拿了个温度计呀，真完美。你在这个装饰品本身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的构想啊。爷爷，没准将来我们也能当艺术家呢。嗯，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啊。那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去留学。小丸子，我要学英语。爷爷，我还要买个贝雷帽。哇，太兴奋了，我感觉肚子都饿了。我也是啊，虽然早了点儿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妈妈，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要吃饭？可是菜还没做好呢，你们再稍微等一下吧。啊，菜的话，只要海味鸡肉罐头配些酱油就可以了，已经等不下去了。我也已经等不下去了。那就麻烦你拿到起居室来。拿来。哎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
太好吃了，我今天又吃了三碗饭，罐头鸡翘一蘸酱油，真是人间美味呀。爷爷，现在既是艺术之秋，也是食欲之秋啊。说的对，食欲之秋可是非常令人难忘的。来，饭后甜点是人家送来的馒头。嗯，人家送来的馒头，而且还是栗子馒头啊。真是好厉害，不愧是妈妈呀。真了不起呀，妈妈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。哎呀，讨厌，你们这么感激我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。这些是高丸太太前两天送来给我们吃的，吃吧，我去倒些茶来。在脚边的绘画本里，妈妈被画成了栗子馒头的样子，但她对此毫不知情，还在劝他们吃栗子馒头，真是可怜的妈妈呀。早上好啊，这些是我朋友送来的丹波黑豆，小小意思不成敬意，请大家品尝啊。您真是太客气了。爷爷，高丸阿姨给我们送来了一些黑豆。哦，黑豆啊，真是太好了。其实我现在正好想吃一些甜食啊。原来如此啊，现在丸子一说起想吃甜食，我就会想啊，老天爷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，以这样的方式来送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吧。爷爷，健康的活着真是太好了。嗯，健康的活着真是太好了。什么真是太好了？在聊什么呢？哎，我刚刚还在和爷爷说，现在很想吃黑豆，高丸阿姨就送来了这么多。是啊，反正爸爸也不喜欢吃这些甜食，我们就先吃一点好了。好吧。打开吧，打开吧。好的，我来开。打不开吗？哎呀，这个盖子特别紧。嗯，不行啊，我打不开啊。妈妈，你能不能再用力一点试试？哎，那我就再试一次吧。来，开始。哎，加油啊！我还是打不开它呀。啊，还是让我来试试看嘛。盖子这么紧，你怎么可能打得开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啊。那你就试一下吧。好了。算了吧，别太勉强。这东西还真是难开呀。我看现在只好等你爸爸回来才能把它打开了。只能这样了。不行啊，我等不及了。爷爷，你试试。好，好吧，那我就试一下吧。爷爷，加油，加油啊。不行啊。力量还不够啊，请宇宙赐予我强大的能量吧。盖子打不开呀、啊、哎，宇宙之力真是不能反抗啊，瓶盖打不开呀、啊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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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爷爷可变得好奇怪啊！爷爷没事吧？大脑里的血管会不会爆裂呀？不会吧？哦，还能动呢！像死了一样，我难道真的死了吗？使劲开瓶盖的时候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真危险，真危险！连爷爷都打不开这个瓶盖，还真是相当的坚固啊。啊，黑豆离我如此的近，只隔了3毫米的屏蔽，我却吃不到，真让人难过呀。
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，就是只黑豆吧？啊，真是对不起呀，丸子，都怪我力气太小了。要不用橡胶手套来试试看吧？哎，橡胶手套吗？或许能打开呀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好吧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吧。还是不行，打不开。丸子，还是不行啊，用橡胶手套也拧不开这个盖子。啊，还是不行吗？这就没有办法了。至少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了。我也是这样，为了小孙女，老两口用尽全力还是打不开。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唯有徒劳空叹息，有藏老夫妇的短歌。啊，我现在真的好想吃黑豆啊。都说了等爸爸回来就帮你打开，再等等。我想到了，给瓶盖加热一下试试看吧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就去厨房。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。放心放心，我还是对他们不放心。哎，水已经烧开了。嗯，只要把瓶盖部分放入开水中应该就可以了。爷爷要注意安全。嗯，交给我吧。好疼。啊，怎么了？刚才不小心烫了一下，黑豆连同罐子就掉进开水中了。就是这样，不过我没有什么事的，没事的。我都说了，让你们等到爸爸回来再帮你们打开嘛。是。我知道错了。爷爷，我们又一次失败了。这全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呀。亲爱的爸爸，请你快点回来吧。我现在肚子很饿。可怜的孩子，再等一会儿吧，过一会儿爸爸就会回来帮你打开盖子了，放心吧。我回来了。啊，爸爸，等你很久了。我们一直就在为如何打开这个瓶盖而烦恼。什么嘛，为了这种事，这对我来说真是太简单了。拜托了，爸爸。这个盖子好像不容易打开嘛。没说错吧？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还是打不开。是啊，都打不开呀。这种东西怎么会打不开呢？可不是嘛。可恶，看来我要动真格的了。明明一开始就应该用全力的。看起来确实是认真了。还是打不开呀。连爸爸都打不开这个盖子呀。真可怜呢，看来对你爸爸的期望值太高了。喂喂，我们来敲敲盖子的周围试试看怎么样啊。我听说这样就可以轻松地打开盖子了。爷爷，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啊。是啊，或许这次能够成功了。好啊，那就试试看吧。给锤子。好。爸爸，这次一定要把这盖子打开。是啊，拜托你了。好。好了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再拧一下试试。好嘞。怎么了，爸爸？盖子变得凹凸不平了，似乎更加难以打开呀。太丢人了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爸爸，拜托你了，快点想办法。真拿你没办法，只能用锥子把瓶盖打开了。用锥子开个洞就能打开了。
真是够累的。小丸子，你快点去拿碟子来。妈妈，给我碟子。终于成功了。太好了，爸爸，谢谢你。好了，黑豆也取出来了，我们就快点尝尝吧。那么开始吃吧，妈妈，快点过来。真是期待呀。啊，我也很期待呀。花了一天时间，辛辛苦苦打开了盖子，这一家人却在一分钟之内就把黑豆全吃完了。不知为何，肚子突然很痛，虽然想去上厕所，但是现在还在考试，应该能想办法撑过去的。今天爷爷给我买了松茸，我能吃到松茸了，肚子快点好起来。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在学校闹肚子和小丸子想吃松茸，敬请期待哟。